走走，游游游，甘为铜钱做马牛，做人哪儿比做妖好，不怕阎王命不休。哎，你看，远道福自由。哎，大哥，真是有口福啊，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胡孙，敢捉弄你爷爷，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不管来多少次，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。料事如神。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哎，等等！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。候你多时。真像，真像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。
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嗯，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，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Yeah.
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嘿嘿，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你是何人？敢来此戏？
一击俱伤。不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闯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
调动点。准是那些狼崽子又喝酒误事了。大哥，咱们跋山涉水来到此地，暴君夜照真的有用吗？哎，我听说那黑风大王爷爷用南海相帮，来者何人？敢来此处扰我清修？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Yeah.
造方阵。辛苦巡逻了，
王料事如神。像了点儿。快跟上，别乱了阵脚。
放在阵脚。告诉大王，猴子来了。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糟了，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
忘了站起来。这人有令，猴子到，速上告。我的阵脚配合you
你这猴儿顽性不改，这下不妙，都知道你闯进来了。这钟声洪亮清朗，惊动了这儿的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Oh my god!